行是什么？行是不住，停不住啊。啊，最明显的，我们一个人从生到死停不住啊，那最精进了，一刻不停啊，啊，一天一天接近死亡，他有生必有死吗？啊，不是一天一天的，是一分钟一分钟，一秒钟一秒钟，一秒钟都不肯停啊！到哪里去？啊，畜生最后的终点是坟墓，没有例外的，人人都走这条路。啊，有人二三十年就到了，也有人五六十年才走到。啊，长寿一点，啊，八九十岁走到。啊，终归都要到终点站呐。如果想到这个事实真相，你对这个世间法了，就一冷心灰也。啊，找到了宗教。啊，宗教告诉你，有天堂啊。啊，伊斯兰教有天园呐、啊。哎、啊，你很羡慕，啊，比我们这个世界好，是不是真有呢？告诉诸位，真有，一点都不假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天元是你心想生的，真有啊，就跟现前这个世界一样，现前世界也是我们心想生的啊。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这么混乱，灾难这么多，是我们的心想不善，全是想的贪嗔痴慢疑，全是想的五欲六尘啊，这个反应就是先前这个状况啊，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了。如果你起心动念，你心里所想的仁义道德、礼义廉耻这个想好啊，啊，这个想就是过泰民安灾消复来，啊，这个世界就会变成极乐世界，就会变成天堂啊！啊，我们要牢牢记住啊，佛的这一句金玉良言真理：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心里想什么，它就现什么。想佛，佛的境界就现前了。想菩萨，菩萨境界就现前了。现在人的念头很不好啊，他想的是什么？他想的是贪嗔痴啊，贪嗔痴变什么呢？如果人念念都是贪婪，他将来的去处啊是恶鬼道，他到鬼道里去了啊，念念想的是成慧
啊，天天想用什么方法去整人、去害人，啊，这个人将来到地狱道，天堂、地狱都是人想出来的，没有人建造啊！啊，所以宗教里面说，善因有善果，恶因就有恶报。